我是王和全，今天带朋友们来看一下我们家的圣女果。果子已经自然成熟了，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些，这都是自然成熟的，哎，渐渐的都变糊了，我把就把这个摘下来吧，哎，从上一摘，哎，从这个地方，哎，是不是？我这圣女果呢，我们也没打过农药，我跟大家说，不用洗。如果你特别喜欢讲究卫生的话，也可以洗一下。哎呀，掉了好多汁。酸甜多汁，这样都可以采摘的。我来，咱朋友们，咱往这边来看一下，咱们试，看，这葱，它是从那啥，从底下往上熟。你看这下，你看，圣女果小番茄，这个吃上瘾。好多汁啊，从下边往上，你看这一嘟噜这么多，看到了吧？哎呀，今年的圣女果又丰收了，嘿，刚浇着地。大爷，我带大爷上这边。哎呀，这一席，朋友们看一下这一席更比刚才比那一席还更好，看里边，因为里边刚浇完地，你看大家湿漉漉的，我都不带大家过去了，哎。不过去了，然后让我们的摄影师过去照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从下到上看一下，大家看清楚了吧？这圣女果是不是非常漂亮呀？果实不大，但是颜色非常好，口感酸甜多汁。咱那个视频下方有链接，喜欢的话请点开链接就行了。喜欢吃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再见，朋友们。好看是。